那我觉得在那里吃到进化版的美食，然后再加上两人过往的回忆对比，就有一种时光屋的感觉。我觉得这阵子最疗愈我的食物是海胆握寿司。这阵子我常常在台北工作完，都是去吃那个，然后再配个啤酒这样。将近十年前，那老板刚开店的时候，他生意不太好，然后常常在那里吃饭就只有我一个人这样。现在他不只是装潢进步了，他手艺也进步了，然后偶尔老板有空的时候也会跟我聊聊天这样。好，我想要邀请林木一郎来跟我共进晚餐，因为他是我的算人生导师吧。他对于这项运动从小到大的执着，还有对自己的自律要求，他都是用很坚强的意志跟很高的自律，让自己去跨越那些生命中的难关。就很想真的认识这个人，然后从他身上学习一点什么。咖喱饭啊，因为他很喜欢吃咖喱饭，我会想煮，我蛮喜欢下厨的。谁来晚餐？